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在今日的常规赛中，篮网客场132-128-10力克老鹰。本场比赛，篮网后卫凯里欧文上场42分钟，17投11中，得到26分、4篮板、7助攻。赛后他接受了记者采访，谈到和詹姆斯、哈登、凯文杜兰特做队友，欧文说，我们不把这样的事当作理所当然，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发生的很少，很幸运，很感激能和这些充满经验世界级的球员们一起打球。谈到哈登，欧文说，我们希望他在场上做自己，当他在场时，我在场辅助他。凯文也是一样，我觉得史蒂夫纳神在试着找到球星和板凳席之间的一个平衡。有时候我告诉史蒂夫，嘿兄弟，让我自己打一会儿。老鹰是一支优秀的球队，我们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拉开比分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